诗篇133篇第一节，看啊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第二节，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，流到胡须，又流到他的衣襟。好像我们看到第二节所讲的这个这字，他就讲到第一节是好比贵重的油是浇在亚伦的头上，是讲一件神圣庄严、神所设立和神所欣赏的计划和事件。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六节，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，不要作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其实你会看到诗篇133是厘定了一个很有趣的事件的，因为我们曾经讲上行之诗的时候就讲到，其实原来每一年以色列他们做一样很有趣的事，其实你听落又觉得真的很无聊的，但是竟然在这个无聊当中，诗篇133上行之诗就是全部写成，而讲出解构出中间当时他们的人生怎样得到神最大的奖赏。原来以色列人一年三次都要上耶路撒冷去守七个节期，而那三次他们都会浩浩荡荡，男的有男的一群，女的有女一群，小孩子就又前又后走来走去的一群，他们会由全国的国土不同的地方向着耶路撒冷全国最高的高地进发，所以称为上行之诗。你想想，要一年三次要这样，哇，要行运晒全个国土，去到有些直情是由埃及的基沙的位置去。你会看到如果在五旬节的时候，在使徒行传，甚至有些在非洲不同的地方的犹太人，虔诚的犹太人都是这样去守节。而在过程当中，每一年于是乎他们有三次呢是彼此沟通啊，互相照顾啊，在路途上面大家去互相的帮助，互相去扶持。而上行之诗就是这样记载整个过程，然后上行之诗就是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唱的诗篇。而原来神在这些这么古代的人，当然古代人他们做不到飞机大炮或者这些丰功伟绩，跨国大桥这些全部都做不到，是不是？但在他们人生当中怎样得到神的欣赏，原来神就安排他们有这些社区，有这些群体，全国上下不同的地方，他们每年都经历这些能够选择融合还是貌合神离的时间。但是神看就原来在这个过程当中，身为人类他懂得在里面去给出他的贡献的话，在神眼中他们的信仰，他们的人生就真正完成他们的目的。其实原来我想你知道，人生没错有很多的选择，但是原来我们按住神的旨意，好像以弗所书五章第十六十七所说，我们有时候只是做最重心点的点，我们一生其实就是有受之不尽的恩典，永恒里面亦有享之不完的奖赏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，其实在过去这两三年我开始去健身，而事实上我相信在我这到五十岁的人，我所选择的这个习惯是最改善到我身体的一种运动。因为以前我有试过游水啦、旅行啦、去 camp 啦，各类不同的方式，我试过用打球的方式啦、放假的方式啦，但我发觉健身是最帮到我。但是其实现在每一个礼拜是用几长的时间去健身，可能讲了你都意想不到啊，是远远比我以前去 camp 啦、运动啦更加少。每个礼拜我最长是用45分钟，全个礼拜只是用45分钟去做健身，最短呢我是用半个钟或者三个字。但是这个却为我带来一个可以说又减到肥啦，又没了肚腩啦，又强壮很多啦，身体里面的机能啊，好多都消化，每样东西都能够回复到好像年轻人那阵咁啦。你会看到过去以前我不是不注意我健康，但我用很多的方法，讲真的，我就算吃 supplement 的时间每个礼拜都不止45分钟，是不是冲 supplement 来喝，但我健身
每个礼拜只是45分钟之内。原因就是我们在人生当中有时做一些不得其法的事的话，其实我们不会得到个好处。而事实上诗篇133就讲出究竟什么是神的旨意。我相信尤其是现在是我们2010年的时候，这个就是更加重要。而事实上我相信权威其实在过去25年他就是选到这一样东西。我相信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对玛利亚和马大所说，玛利亚是选择了上好的福分。虽然主耶稣基督去他们家吃东西，马大就忙于照顾，是不是？就是煮嘢食，但玛利亚就坐在主耶稣的脚前来听，大家都是同样用同样的时间去在主耶稣基督的探访当中。但是问题就是说，原来我们的生命去得到上好的福分，就是我们做得啱。就如我所讲，原来我们得到健康，有时就用这么简单的方法，但原来人生当中都是。人生我们想得医治啊、高升啊、富足啊，又或者永恒里面的奖赏，其实最重要我相信就是在这个时候要明白神的旨意。在这个世代邪恶的时候，主就回来的时候，神的旨意就是最重要。而我相信诗篇133就是给你和我在今年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反问，一个很重要的反省。诗篇133篇第一至第二节，看啊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，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，流到胡须，又流到他的衣襟。今早感赞你，心系着你话，只愿望前去，未逃避。衷心追忆爱你，不论愉快伤悲，将你话藏心中念记，期望以真情爱着你，全真意每日赞美，纵经失落内心未自弃，让我的生命全虔敬，持久信服你，依靠你，尽心爱着你。